然后我今天去健身房的时候看到了兰州拉面的店，店里面的老板和那个美团外卖的外卖员打了起来。我操，那美团外卖还真牛逼啊！真的牛逼，两个人在猛打，然后他妈的打了一会儿，那个拉面馆的人多，好像有三个，他只有一个，然后他就坐上了他的电动车，说了句：“你牛逼啊，你牛逼啊，给我等着。”基本这样讲完了之后就没有下文了。就没有下文了，不会真的有等着这种话。基本要干你的人从来就不会发红光，要么就我们准备走了，要么就干你，要么就是偷偷在背后干你，你还不知道是他干的，你还跟他吐槽，哎，今天被人干了，好不爽。然后他就，然后他就，哎呀，真惨啊，其实是他干的。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。人家出去打工的时候，自己也年轻，被别人苦一下就怕了。后来发现越会唬人的那些人他越不会搞你，反倒是那些就是你得罪了他的人，他不想的逼，不是你得罪了他，他还不告诉你是你得罪他。闷声不响的逼就海报这种逼，你知道闷声不响、这种是最恐怖的。还有个逼借了我10块钱去上网，到现在都没还。我也有个这样的人朋友啊，啊，这不叫朋友，打工认识的。我在那个烧腊店那里打工，当时是离家出走，拖着那个绿了我7年的那个初恋出去打工。我操，老子打工去！哎，我也有一个朋友，那个时候是好像是高一的时候，应该是高一的时候，是在那个是哪个地方来着？那个佛山狂旗，佛山狂旗跟教口那个对接口那个烧腊店打工，苦的嘞，贼苦的嘞，干这个什么扫地拖地洗碗，各种乱七八糟的，然后你还要擦地板，这地板你一定要擦得很干净，要反光。你不反光你就得挨喷。没有啊，我跟他是那个初三谈恋爱的，我们是大学之后他就绿了我所知道的3次，然后大概7次忘记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那个逼你知道有多恶心吗？那个时候我脸皮薄，是不是我就去那边洗碗干活，干不惯嘛，做了干活大概干了3-4天，不好意思了，就从宿舍那边搬东西走，被那个逼看见了。哎，我有个问题啊，你们三个是不是感觉少了点什么？有没有感觉到？没有没有，一点都没感觉到。没有吗？老姜不在了。没有吗？你那成绝逼有人啊，这有车就有车，老姜。就一点没感觉少什么吗？没有没有，少了啥呀？少了一个老姜啊。少了，你少了个良心。不加姜也能吃。那时候脸皮薄就不干了嘛，搬东西走嘛，被他遇见了，然后怕他告诉老板娘，老板娘过来苛责我，贼他妈怕别人笑话我，他就问我10块钱啊，我要去上网，我就不告诉他们，然后说那我就掏了10块钱给他。事隔今日我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如果换我现在掏钱了把他老子打断你的腿。血一次血，别一次血了，我那他妈的快死了！我在降，海豹，死了！啊，兄弟，我这装备老惨了，别点我了。一人一枪头，一人一枪头。你几倍镜啊？啊哈 ！Nice， 还有人打。枪头。一枪声。一枪头，一枪声都不死，你妈吹牛逼呢？你两个。海豹吹牛逼。要啊，我8倍镜。哦，8倍镜啊？那我吹牛逼，我3倍镜。哦。倒了。
累死，都冲啊冲的，还不开车干他。最近难受的很。有帮忙？这你过来这舔，我特意在这里打了一堆包给你舔，你看，真的假的？我心里还有你。你还有这么好啊？他舔剩下的给你舔，现在是我不去舔了，兄弟。这小烟的大吉大利。放烟的那里有人啊，老蒋，小心点啊。啥？放烟的那里，我们现在去了那个地方，看到了吗？哦，跟我不搭嘎，反正会打多少。来啊，一起来啊！不去不去不去，我要来这里做包。是不是个人呢你？哎，西吧，怎么这么空啊？就在石头后面。嘣！打死你！还把我从左边。一四九，一四九，多多。完了，你这开枪都没开出来。你开车过去救海豹。啊？啥？我去救人是吗？救个毛啊！两个废物死了。哦。他刚才这两个逼还瞧不起你，将来。对啊，我也没搞懂。砰！吓人了！我操！我随时握把不好用。我操！被教育了，这连狙用的，太老了。你去跟他要子弹呀、啊！你这里滴滴滴哒哒哒的。过来，子弹给你。他已经死无全尸了。二子三，他早就死无全尸了，在我的意念当中。拉车拉过去吧，两个人可以杀。太捞了，这局我用的。拉倒了一个，你别冲动啊！你就拉了上不上打？不是拉过去吗？我拉不拉？你拉呀！你是拉过去，拉到侧翼远点打他，不要拉近点。拉近点就像刚才那两傻叉一样被人秒了。好的。这位置差不多吧？你反正拉到侧身打他就行了。哎呀，你们不是两个就这样的憨憨打？哎，他们有队友的吗？这一个吧。我要上吗？好，拉过去，拉过去，拉过去。拉啥？江蓝乱跑，应该要团灭了。楼顶上两队应该看到江蓝了，你别往我这里走，给我滚。算了，你还来吧，不然我觉得你死了。我到底来不来呀、啊？你现在像个渣男，你知道吗？不能开枪，一枪都不能开。好的，枪都收起来了。右边那个漏头我都没开。妈的漏头老子真认不了了，认不了啊！你妈的不开吗？你们不是上面还有人呢、啊哎？我知道。好，出他妈大事了！不能出大事呢，大不了吃个雷。是真的来了，雷来了。兄弟，我家杠头上了。祝你好运。我哼，走位。我他妈被架杠头上了，兄弟。厂房有人，我脸上来车，我要不要打？开搞，开搞！厂房围墙，
我们烟了。我操！他们过来了，贴过来了，160厂房那边。妈的，有两个人。妈的！那个人还有一枪，我就打死。不用急着救我，不用急着救我，我一刀，他没冲过来。你看每次都是救江老海。没，我想扎那个人，但两个，一个人帮他架，一个人跑，一个人大惨了，被我打的。就是我们这，我真的有时候死得很憋屈，都是江老海把我带到很尴尬的位置。AWM 拉砸了，还有个 B 在哪？远点，他救不了，还要救。这他妈你能救到？老子跟你姓。死了吗？这有头发了。我把垃圾，我操，怎么毒来了？炸了！这个坑坑不是挺好吗？这个坑坑坑坑好，好你大爷好！啊，那边还有一个逼，草，他趴着。二打三，像不像二打三？右手边应该没人，你去右手边那个位置。右手边那个逼死了吗？死了，你去右手边安全区那个位置架着。去了去了，架着，你小心你后面啊，你小心你后面。打了一枪。我觉得不对劲，你先架着。我觉得不对劲啊，我觉得下面不像个三个人队。我也这么感觉，这个逼只有一个人露头，一个白衣服的。他跑了。哎，有的有的。还有，那边还有一个。打死一个了已经。啊，对，都在那，两个都在那，都在那边，不用看了，后面又倒一个，烟里，在烟里，最后一个没在烟里，别被爆头了，别被爆头，最后一个在那个210，我看到了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他，我没录。不要跟他对，他98K，可以打了 ，nice， 飘，怎么样？这波可以吧？来，老板，帅了，太帅了。